嗨，大家好，这是肥波。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基隆车站一日美食地图四选，分别是金龙肉羹、义美自助火锅城以及板道咖喱，最后是渔港有鱼许寿司。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好的，各位观众朋友，首先第一站我们就来试一下基隆三沙湾这边最行的一摊，它就是在地开了超过40年的金龙肉羹。那来到这边很简单啊，就是一碗笋丝肉羹汤搭配上各种小菜。那我点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猪脚肉搭配上白菜卷还有卤猪血。那当然呢，基隆在地的特色小吃吉姑辣也是要给它切上点。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吃。首先呢，等下我从它的肉羹汤起手，走一个清汤刺肉路线啊，感受一下。整体酸甜感不会说过于突出，主要还是感受这种笋丝的清香风味。重点是肉羹本身它是相当 carry， 一张包裹上吃肉，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非常鲜明的两层口感。外围的薄 Q 搭配上整体肉羹的微扎实，同时呢又会再补上满满笋丝的脆度哦。我觉得就是一碗用料相当实在，整体走一个清爽路线的优质肉羹啦。接下来就来试一下它的猪脚肉。来到这边，猪脚肉麻烦给它加点一下。外皮的部分真的就是预期中的 Q 度，重点是它瘦的部分真的没有什么塞牙感，同时在那种淡淡的卤香之外，又会再补上它微甜油膏，还有这种甜辣酱的双层酱底风味哦。再来呢，就试一下它的卤猪血，感觉蛮少地方是这样直接干吃猪血的。相比以往常见泡在汤里面的猪血，干吃的话口感上就比较偏这种滑顺绵密路线，不过感觉相较之下那种猪血独有的风味呢会比较突出一点。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关系，就充分的撸上它的甜辣酱给它调和一波。那当然吉姑辣呢也是要来上一点，吉姑辣的口感个人真的就是百吃不腻，即使它看起来薄薄的，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非常突出这种紧实微 Q 的嚼感。最后呢就以它的白菜卷收尾，它里面包的都是满满的鱼浆啊。单论小菜的部分，个人觉得是最推它的猪脚，再来呢就会是它的白菜卷。白菜的存在感不会说特别强烈，主要呢还是感受到它里面满满鱼浆那种扎实微 Q 的嚼感哦。好的，各位，总结员呢，金龙肉羹，其实我上次来基隆呢本来就打算要排队点啊，不过它突然就公休，这一次吃到那确实是名副其实，真的好吃，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午餐时间我们就来回味一下基隆在地的火锅名店，它就是义美自助石头火锅城。夏天的时候呢有来拍过一次，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那我们今天呢一样也是以它的干鱿鱼打底炒香，然后呢再加入洋葱蒜末还有我们的肉片。那我今天选的呢就是猪肉跟牛肉，那当然呢还要再搭配上点基隆味火锅料，蛋肠、鱼卷跟鱼饺。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那我们首先呢当然就来涮个肉片起手，先来一口原味的，感受一下它汤头本身的魅力。也不晓得为什么这种干炒过的肉片你再重复给它涮一次，口感吃起来就会格外的软嫩。虽然说我会觉得上次我们纯吃牛肉的话嫩度呢会更突出一点，牛猪综合入口变得说是在软嫩中补上点这种油花的微 Q。 我们再来涮个一小碗搭配上它的沙茶蘸酱，果然吃石头火锅还是要搭配上它的沙茶酱，而且因为我还要再加入蒜末，所以整体的蒜香呢会更加突出，同时呢又会再补上它快炒过的洋葱，鲜脆度十足的口感还有辛香蒜味哦。肉片吃完再来一碗满满的蛋肠，你纯吃不沾酱真的就是一个相当原味的鸡蛋风味，主要还是感受一个口感，在它两端鸡蛋的滑嫩之外补上底部类似肠子的 Q 度哦，感觉还是比较适合撸上一点沙茶酱。最后呢就以它的鱼卷跟鱼饺收尾，吃起来呢真的就是一个用料相当实在的鱼浆制品啦，而且里面呢还有包括香菇跟葱段，口感上是相当丰富的。好的，各位，总结也呢义美自助石头火锅城充分可以说是我来基隆拍过目前吃起来会特别想要二刷一下的啦，尤其最近秋冬季节那是越来越冷，来到基隆充分可以安排一餐尝试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下午茶时间，我们就来试一下位在基隆庙口附近非常有名的日式咖喱专卖店，它就是板道咖喱。除了一般我们熟悉常见的炸猪排咖喱外，他们家呢竟然连龙虾咖喱都有，而且呢用的可是基隆本港的新鲜龙虾，当天现宰现煮，口感呢估计就会蛮爽的。然后呢，我还要再额外单点了一份汉堡肉排，还没有做吃咖喱饭双主菜，那是相当合理。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那我们首先呢，当然要从它的龙虾肉起手，而且这种新鲜的龙虾剥起来它是相当有感的，非常轻盈的就可以让它壳肉分离，然后呢再充分的进入一下它的咖喱酱。新鲜龙虾你咀嚼起来那种紧实微 Q 的肉感，吃起来那绝对是相当有感的。而且即使我们是搭配上这种浓厚型的日式咖喱酱，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突出它虾肉本身的鲜甜味哦。然后咖喱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到位的日式咖喱，只是甜味呢不会说过于突出，反而呢是更着重于咖喱本身的香气啊。那当然能搭配上我们的高盐粥母蛋，就可以在颗粒微 Q 的米饭口感之外补上层薄薄的滑顺质地。虽然说龙虾很熟，但其实纯吃它咖喱饭也是很不错啦。而且它其实除了龙虾尾之外，虾头的部分呢还藏了点龙虾膏啊，同时呢又补上点奶油的风味。最后呢就来试一下它的汉堡排，肉香十足，不过我觉得口感上还是比较偏扎实路线，我会更期待有更多的那种肉质感哦。最后呢，就以它的可乐饼收尾。整体的南瓜香气非常充足，以这种套餐付的可乐饼，我觉得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好的，各位，总结而言呢，板道咖喱，我们撇除龙虾，咖喱酱本身呢绝对是相当的配饭，而且吃起来不是这种一般熟悉的日式家常甜味，反而是可以感受到更深层的咖喱酱香，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好，这个观众朋友，最后一站我们就来试一下位在坎仔鼎鱼市这边的海味代表，它就是鱼缸鱿鱼续寿司。哎，我们上次来这边呢拍的是朱天仙，观众普遍反应整体偏盘，这一次呢就帮各位找一家看起来相当有料的。那我呢就是只上他们家的顶配续特选握寿司套餐，新门海胆鲑鱼跟牡丹虾葱包，然后呢还有再搭配上各种当天的海产。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首先呢就来一个新门握寿司开局，这个肉饭的比例那是相当的完美啊，感受一下啊。蓝带煮熟处理的新鳗，口感上那真的就是绵密再绵密，相较于酱甜，其实你可以感受到更多它新鳗本身的那种鲜味香气，同时呢透过它触感微的酸香达到一个很适中的平衡。再来呢就试一下它的鲑鱼，开在鱼市场这边的热料店，果然呢还是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新鲜度所带出来的那种软嫩嚼感非常的突出，随着你咀嚼，就是我们熟悉啊鲑鱼浓厚的油脂香气。那当然呢牡丹虾也要来上一口，相当的大尾啊。要论整体虾肉的甜味，充分可以跟我们前一家吃的那个龙虾咖喱小平衡一下啊。不过由于它的粗度有限，吃起来呢真的就是一个适当的脆 Q 嚼感啦。再来呢就有请干杯入口，目前吃起来干杯应该是个人最爱的，整体的鲜甜味那是真的充足啊。那当然呢也是有炙烧类的啦，这应该是石斑吧，我猜，记得我之前在澎湖有看到类似的。炙烧过的握寿司不仅可以增加表层的一点绵密感，还可以大幅提升整体的香气浓郁度哦。最后呢就以海胆军舰收尾。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基隆车站一日美食都市选。相比我之前来拍的大观光特辑，天天鲜、朱天鲜、平常小三大肠卷，还有阿华炒面，今天这个名单算是我个人觉得更加实用好吃的路线。要小吃有小吃，要这种优质的日料也是吃得到。趁着这个秋冬时节来到基隆呢，充分可以参考一下。好的，那就这样啦，我会把所有的详细资讯留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感谢各位的收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